我中枪了！一样，咋了？爸，中枪了！一样，咋了？哎呀！看我演技好吗？怎么训练小鹦鹉装打？下面我示范给大家看，给它一个口令，指着它，要把它翻过来，给它吃的就可以了。慢慢习惯，它就懂了。来，咋了？打了。来，咋了？哎呀！放到我手上。15。错了，再来。真棒！好，再来。交过来。放手上，真棒！把抽屉打开。给你放进去，放好。关了。看看，这是老四。只会混吃混喝，打酱油怎么了？我打酱油也是一种职业，我很专业的。没有了。我还要。没有了。再给我拿点，拿来拜你。